friends, it's me Ruby. 大家好，我是 Ruby。现在我学中文，学了差不多8个月，所以今天我要解说中文。你们得准备听得懂我不太清楚的中文，好吗？开始。我外国的时候，我很喜欢找到那个国家的牌子，很有名的牌子和东西对我不太有意思，因为容易知道，已经很多人知道，所以现在我住在台湾，我很喜欢找到台湾特别的牌子。今天我介绍你们4个我喜欢台湾的牌子。第一个是，哇，好可爱呀！我跟 Dan 去酒店玩的时候，我找到这个包。找到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可爱，里面有很多颜色，很轻，很便宜。我问 Dan 说，这个是台湾传统包，很多人，特别是老人去卖场和市场的时候，他们带这个买东西。听他的故事以后，我更喜欢，所以那天我买3个、4个。我回国的时候，我给我妈妈一个朋友什么的，对啊，他们也很喜欢，他们觉得很特别，很多地方卖这个包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说牌子。很喜欢这个，和这里也有这个，所以我买菜，和我放很多我喜欢的。可是没看到年轻人带这个去玩，所以常常用。我觉得我带这个外面的时候，台湾人一定不知道我是韩国人，他们一定知道我是台湾人，因为这个只台湾人用，有很多 size 怎么说，都可以呀、啊。身体如意。第二个是身体如意。去年我爸爸妈妈来台湾的时候，一起去旅行。那天我住在的饭馆，我们的房间里面，他们放这牌子的东西，所以我得试试看。问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很像啊，所以我网络上找，他们也有下腹和身体的东西什么什么的。我最喜欢的味道，我最喜欢的像是南瓜啊，不是，这个不是南瓜 ，cucumber honey 怎么说 ？cucumber honey。啊，黄瓜蜂蜜香味，一点点甜，和我用的时候，我觉得很，香 ，fresh， 一点贵，我觉得，我记得500，他们的名字是茶树汤。第三个东西是耳环。前年 Dan 来韩国的时候， Dan 在台湾买这个带韩国给我小小的礼物。他已经知道我很喜欢，
一点奇怪和可爱的东西。我收到这个的时候，哦，我觉得很可爱，我很喜欢。他们的东西全部用羊毛，所以好像真的面包。很轻，他们也有别的东西，包包、耳环，什么什么的，很多东西用羊毛。很久没戴耳环注意。哇，可爱呀！最后的东西是。我跟同学们去台北玩的时候，我找到这个牌子的商店。我看一个男生坐在商店里面，发现哇，全部的东西的样子是他的脸，所以我问他，哇，你非常喜欢自己，所以你卖你练的东西，他说对啊对啊，我觉得很可爱，他的想法样子很可爱，所以我买这个 T 恤和这里这个，谢谢啊，我打算买这个给我的韩国哥哥，因为病毒我不可以去韩国，不知道。我要去卖场。下次我找到别的牌子，我介绍你们。你们已经知道几个牌子，告诉我。拜拜。